1339年，元顺帝下诏册封来自高丽国的齐氏为皇后，命81个工匠打造了一块稀世宝镜，赠予齐氏，取名龙凤镜，寓意龙凤合璧，天下太平。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率军攻破大都，元朝灭亡。齐皇后秘密逃回韩国后失踪，龙凤镜从此下落不明。是吧？是吧？嗯，啊，酸，血浆以后换甜的吧。叫梅大志，香港人，是一个不太成功的大叔，读过警校，做过私家侦探，醉酒的时候还在铜锣湾卖过鱼蛋粉。我现在为济州岛的赌场工作，换马、洗钱、催债，虽说是捞偏门，但我本性善良。我娶了一个叫安静的女孩子，但她却一点都不安静，反倒意外地让我卷进了别人精心设计的生死局。这个局就在今晚。
凤静呢？白丑兄，你这是打死我，我也不会给你的。东西我拿到了，明天晚上我会派人去吉州岛取货。 安老师，老大，这是300万定金，给熊哥在韩国找一个能做事的人，要生面孔。 事情一定要办得干净。老大，在韩国。对，我们目标在韩国。巧了，老大，我在首尔还真有一票兄弟靠谱。珠联璧合，方可价值连城。寻根拔树，才能永绝后患。明白。找到凤金之后。 아니 개를 집에 둬야지 왜 개를 가지고 다녀? 참나. 안녕하십니까. 예, 안녕하십니까. 다른 사람이 방을 예약했는데요. 네, 잠시만 기다려 주세요. 이렇게 예쁜 미인을 나보고 죽이라고? 아씨. 哥, 东西我收到了。晚上1点，Owen House交的，拿到东西就把它做了。你们老大已经到了济州岛了，明天收钱。好的。 아닙니다. 예. 아, 제가 이거 밧줄을 필요해서요. 예예예. 예, 예. 예, 죄송합니다. 죄송합니다. 예. 어, 네. 계산해 드릴까요? 78,000원입니다. 그러면 제가? 네. 2,000원 거슬러 드릴게요. 손님 있으니까 조금만 이따 전화 다시 드릴게요. 여기 있습니다. 2,000원. 你是？
네? 응. 동시나? 我的呢? 我的呢? 给我。 给我? 오, 给我。 给我! 아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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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아! 아파서! 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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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야! 거기서! 야! 거기 앉아! 야! 거기 앉아! 거기서! 기사님, 오늘 손님 많았어요? 돈 좀 많이 벌었어요? 네. 아깝다. 예쁜데. 밧줄로 이렇게 모가지를 감아가지고 밧줄로 이렇게. 왜요? 괜찮아요? 예, 예. 죄송합니다. 예, 죄송합니다. 놀랄 거 없어. 这个人叫车基范，首尔人，他自称是首尔最好的影视化妆师，有理想，有节操，无任何不良嗜好，经常出入韩国的各种明星的派对，和多数一线演员称兄道弟，亲如姐妹。至于为什么会来济州岛杀人？ 他从来都没有把这件事情说清楚过，和他交流就是两个字，费劲。站住！啊，내 돈이로。啊，내 눈이요。啊，죄송합니다. 잠깐만요. 잠깐만. 아, 요거 칠하면 되니까. 칠해드릴게요. 아, 저 뭐 하시는 거예요? 칠하면 돼, 괜찮아요. 전에 면역력이 떨어진대. 아드레날린이 막 올라가고 머리카락이 소소소소소 빠지고. 그러다 난 뒤져. 형님, 제가 한 달 후에 다 갚을게요. 한 달. 하지 마. 보름. 보름이면 다 갚을게요. 다. 보름. 100万港币，给我派个杀手。 요즘 홍콩 달러 100만 원이면 한국 돈으로 1억 5천밖에 안 돼요. 아유, 뭐 가지고 요즘 김치값도 올랐는데 어떻게 킬러를 구하겠어요? 不要这么贵，那再加50。
그러면 홍콩 달러로 200, 거기에 계약금 100만 원 먼저 붙여주시고, 그러면 내가 세계에서 최고로 가는 킬러를 구해드릴게요. 깔끔하게. 형님이 직접 연락하세요. 오케이, 동작. 야, 너 중국어 할 줄 안 되네. 예, 조금요. 예. 너 이 씨, 너 나랑 일 하나 하자. 예. 무슨? 잘하면 내가 네 빚 싹 까줄게. 고맙습니다, 형님. 제가 무슨 일인지 다 하겠습니다. 아, 그럼 그게 무슨 일입니까? 사람 죽이는 일. 사람 죽이는 일. 老婆，这回我们就好好的放个假，好好去玩耍，好不好？ 那我们就好好享受这次的蜜月旅行吧。哇，阿志！哎，志三哥！长没长眼啊？ 你为天天在路上跳，还搞什么？会，帅很多啊！咕咕咕咕咕咕咕！你看，赌场的筹码只有几个零啊？个十百千万十万万，天降横财，仙人指路。 他是好东东，福建纯北漂，有房有车，北京城最牛逼的古董鉴定师。赌博对他来说是个褒义词，至少也是个中性词。爱吹牛，懂浪漫，疼老婆，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出所有的私房钱带老婆旅游。但这一次，他却偏偏选了济州岛。老婆，为了我的奥迪，你的迪奥。 走你，走着。哈哈，就是钱。哎，牛逼，走你。哈哈哈哈哈哈。停，徐三哥，帮你换个马先。OK， 装，坐好。嗯，感谢你的。 老婆，还有没有钱再拿点出来吧？哪里还有钱啊，海迪奥奥迪，奥妙的买不起。谢。姑娘，手气不错哦，不如跟着你丫吧啊。那么，please。哇吼，赌神御姐啊，满翠，好东西哦。行家。哦，那必须的，哥乃全北京最牛逼的古董鉴定师。谢。来来来来来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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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是不是？好逗你。哎呀，喂呀，哎呦喂呀，放了。 哎哎，好好的，继续压，继续压。风水轮流转，我准备换一家。哎，你去哪？我不玩了，我要自己玩。哎，别，我告诉你，中国人讲的是互相帮忙，助人为乐，共同发展，共同致富。还有，人字怎么写？是一撇一捺，两个人加在一起互相帮衬，谁都不离开谁，离开谁是会倒地。还有，众这个字知道吧？三个人合在一起，你我他，众志成城，怎么攻都攻不垮。行了，啊，要不然这样，咱们把钱加起来去别的赌场玩玩打。 好主意，不过规矩不能少，赢的钱我要四成。嗯，三成，成交，搞定，赶紧换，好多人等你。哎，老婆你赶快换，哎，别走。
来来来，十三哥给你推几把大的。你说把这当了，能当多少钱？嫂子，别当啊！我和大志哥都是内部人，这事儿要传出去，我哥那脸往哪儿搁呀？钱我有，老规矩五分利，你看行不？아들얘들을어디다갖다버릴까아인도늑대가고기를먹지않는인도인도赌债肉偿打包你们想不想也去印度玩玩？亲，包邮啊！少爷说了，泰国。打包！不要！不要！不要！当然要！不要！当然要！不要！我给大志打电话吧。还是不麻烦嫂子了，我打。Cash or check?No cash， 支票。好的。十三哥，接个电话。先生，您的十亿支票，请收好。兑换时指人票不认人。丹丹，好久不见，找过什么事啊？嫂子在黄金维加斯欠了我点钱，麻烦您过来解决一下。好，我马上到。好，十三哥，不好意思啊，不能陪你去潇洒了。你去新豪门娱乐场报我的名字，一切都搞定。哇，这怎么了？哦，没有，出了点小状况而已。有什么事跟我讲啊，十三哥帮你顶。好，谢谢啊，那回头再见了啊。喂，早点过来啊。好好好好。志哥。他们欠了我5亿韩币。老规矩，加上利息，一共10亿。他们的钱我不管，10亿，减一半，2亿。那，刚刚哥，话不这样讲，账不是这么算的。我跟他是也同一团队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嘛，是不是？哥，没道理，我赢了拿70%，输了却要一人一半，这不是这样子的吗？是不是？兄弟，我不是闹，这在北京啊，遇到这事我眉头都不皱一下。我在北京还割一套四合院呢。哥，我知道您是韩国道上的人，这回帮我们渡过难关，回北京，我们连本带利还给你。就算虎落平阳了，我也是只虎嘛，是不是？说废话，你들이알아서해，응？내일12시까지돈가지고와。우리아들이니들을어디다갖다버릴지몰라。老大说了，明天中午12点之前，我们见不到钱，我们少爷指不定把你俩卖到哪儿。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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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卖，不能卖啊！
支票，有什么事跟我讲啊，十三哥帮你顶。OK， 明天中12点，我还钱，人我带走。道上规矩，你懂的。人，你可带不走。你们两个，去一个。 阿芝啊，来了一起玩。十三哥，我有事求你。哇，要不要这么急啊？啊，走走，阿芝有什么事同我讲啊。十三哥帮你顶。谢了。啊，十三哥，你今天在赌场里面赢了10亿韩币，能不能借给我呀？哇，借10亿呀！我靠！ 十三哥，救人命用的，救你妹呀！我救你，那谁救我？十三哥，去！哎，兄弟，这回你要帮帮我们，我们真的过不去了。哎，你谁呀？哎，都是落难兄弟嘛。十三哥，你借给我，我保证一个月连本带利还给你。这位兄弟在北京有套四合院。嗯啊，对对对对，有四合院，所以你借给我们，到北京连本带利一起还给你啊！我信你。 我信你，我信你，我就是个大傻逼。十三哥，你今天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啊！都是兄弟，何必呢？是啊，江湖救急，我懂的。嗯。啊！咦？没事了。对对对，终于有救了。你！ 你借有借有还吗？你们这是借吧？你们这分明就是借！哎哎哎！啊！啊啊啊啊啊啊！等等，等等，等等！啊！哎呀，我的妈！
先生，您的十亿支票请收好，兑换时指纹票不认人。OK。换现金吗？支票。好的。给你支票，请收好。护照还在，他一定会回来。哎，哥，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守株待兔喽。三哥，调虎离山，没想到黄雀在后吧？志哥，啊，给我，借我，给我，借我，给我，借我，志哥，别闹了，志哥，还我。哎，好好说正题。十三哥，我实在没办法，你帮我顶过这关，我连本带利全都还给你。志哥，我从来都没有赢过钱，这是第一次啊，志哥。我去！喂，别跑！你又是我打你，我打死你！别走啊你！救命啊！救命啊！别跑！这里栽了，钱是找不到了，但是他别死，要不然人命我可背不起。你看这玩意儿，这几块钱的地摊货，就算他有钱也不会借给我们了。哥，我都想好，明天一早我飞回北京，把我店里所有值钱的古董全部偷出来，拿去当铺典当换钱赎人，我大不了他们我来一个监守自盗，大不了我回去给老板下跪，如果他真不原谅我，我就去自首去坐牢嘛。在北京坐牢总比在这坐牢好点吧，人真不能犯错，
一步错，步步错，我反省，我倒霉，这总可以吧？哎呀，我不就是希望我老婆没事吗？这牢狱做出来，都不知道果果成了谁的老婆。 我在这里认识一些放高利贷的人，明天一早早点去问他们借，先把他们弄出来再说吧。可，不是吧？还高利贷，利滚利，利滚利的，猴年马月都还不清呢。你不还有四合院吗？哪来的四合院呢？我只是一个福建纯北漂，好吗？你不是还有手吗？你不是还有脚吗？你不是还有一口气吗？啊？ 你就别励志了，你快想想办法行不？好，我再想。明天进行交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记者穿上黑大衣、黑墨镜，还要戴红玫瑰。 交易，什么交易啊？哥，这活命啊！安妮，啊！ 最牛逼的拍卖公司，哥，有救有救！你快来看，快来看！索比拍卖公司把龙凤金列为明星拍品，起拍价就要4000万美金，光一个凤金就值1000万美金呢。安宁的死一定跟这个有关系，看来对方一定跟十三哥不认识。那怎么办？你让我想想，让我想想。 那个短信怎么说？他说明天进行交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还要穿黑风衣、戴黑墨镜，手拿红玫瑰。这样，明天我们冒名顶替，你拿东西，我招人。 谁啊？给我！哎，你不要抢啊！你干嘛呀？你别抢！干啥呢？干啥呢？大半夜吵吵，吵吵啥呀？哥，好像是她老公的短信。对呀，我们就想看看他们搞没搞到钱。鸡巴！
来，妹子，给哥看看啥短信？不给。这就不好了。哥是个好人，越南最牛逼。哥，洗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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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哪儿了？牛逼！越南最牛逼的桑拿中心，管老大要人，哥都没舍得把你俩给顶出去。你吓唬女孩有意思吗？你就给他看看呗，等弄到了钱，这鬼地方我一秒都不想多待。给我。OK，OK。钱货我都要。跟上。喂，什么？跑出来了？师傅跑出来，师傅我老婆，师傅老婆跑出来。你在哪儿？原地等我。好，我老婆呢？我老婆在不在？在不在啊？安静，老婆。老公，老婆，大志，没事吧？没事。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没事了，没事了。怎么跑出来的？我给你发讯息，怎么没回我呢？我手机被他们没收了。什么？手机被他们收了。你是猪啊？脑子有问题吧？哥，我怎么了？我发讯息给他们，不就是为了让他们踏实点吗？但你们两个。怎么会这么容易跑出来呢？没事的，哥，他们比较好端端的哥在这嘛。没那么简单的，这里面一定有问题。姑姑，我们快走，快走啊！你们一定跑不出济州岛。那你要我怎么办啊？他们杀人呢。我能怎么办？告诉我，我真的害怕，你知道吗？稳定一下情绪可以吗？他们杀死人，我怎么会不害怕？他们杀人，他们真的杀人了！你看，你看，你们自己看看。姐姐，怎么会这样？不可能，谁传给你的？啊？不可能是我姐姐吧？我姐怎么会这样？啊？姐，姐，我去救她，你放开我，去救她！姐。姐姐
姐姐许的什么愿呢？那还用说吗？应该要我爱她一辈子了。我希望姐姐这次港交所的股票交易马到成功。 不能回香港，姓白的不会放过你的，所有的文件都是你签的字，是他故意设局在害你。我知道，但是我能躲吗？所有的事情，我们一起扛。你把钱放哪儿了？你就别找了，那么多钱赢不回来的。不可能，姓白的不就是要钱吗？那好啊，我就不过这一次啊。我在赌场干了那么多年，看到些什么东西啊？ 哥，你们两个走吧。哥，其实我不走吧。哥，嫂子，这回真对不住你们。我们走。 现在是义气重要还是性命重要？走！我不走！快走了！好东东，你平时在外人面前我够给你面子了吧？你看你这德行，你平时撞的人五人六的，真有事你就怂了？这钱是咱们借的，闯祸咱也有份儿。你倒好，拍拍屁股走人了！你老婆听我说，你赶快走吧！走，来呀，赶快走了！走，亲，想去哪儿啊？包邮啊！ 我们这儿有高科技，他们都在这儿。哎，这怎么会有一个追踪器啊？干我们这行有这个东西，一点不稀奇啊。
关也没用，他们要找肯定能找到我们，跑是跑不掉的。老大，信号没了！笨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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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时。狗。哎，没规划，没规划。东西我拿到了。明天晚上我会派人去缉毒岛取货，不了解吗？哥，东西我收到了。晚上一点 ，O1 House 教堂，拿到东西就把它做了。你们老大已经到了济州岛了，明天收钱。好的。东西呢？嗯，我的呢？我的呢？给我！放心，博士是我最好的发展师，完美。
부장님, 오늘 손님 많았어요? 아, 그럼 돈 많이 버셨겠네요? 아, 네. Hello， 你跟十三要联系，地点我们来定。接头是穿黑风衣，戴黑墨镜，手拿红玫瑰。明白。阿念 ，I love you。嗯？哎，啊，阿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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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爸临死前的这双眼睛，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其实我爸好傻，把龙镜给了他又能怎么样呢？至少现在我不会是个孤儿。他拿走了龙镜，也许是上天给我们复仇的机会。还记得这份你在港交所签的担保书吧？你根本就没有出过一分钱。哎，白纸黑字，可是你自己签的哦。这都是你设的局。别那么幼稚嘛。哎，你说如果我把这份担保书往法院里一递，法官是信你还是信我呢？你哎，还是听我说，去济州岛找到你的学生仔仔，把风景弄回来，我们就一笔勾销了，啊？哥，英国索尔比拍卖公司看了我们提供的资料，已经把龙凤镜列为明星拍品，起拍价涨到4000万美金了。一切都在我掌握之中啊！干杯，松哥。这东西拿到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还……哎，人怕落套，四季脱空。这明星拍品一旦有人搅局，索尔比公司就会请商业专案调查科立案调查。我们公司背景你也知道，必须斩草除根。安老师，给你。仔仔，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老师不会怪你的。这东西虽然很值钱，但它连累我失去了所有的亲人。安老师，你比我更需要它，把它交出去，你就自由了，我也自由了。元朝元顺帝的皇后齐氏是高丽人，元顺帝正式册封她为皇后的时候，专门打造了这副镜子送给她。齐皇后当年秘密逃回韩国，什么都没有带，只带了这套铜镜。听我爸爸说，我的祖祖奶奶曾经是齐皇后的贴身侍女，齐皇后临死前将这套镜子送给了我的祖祖奶奶。白楚玄和我爸是生意上的伙伴，我爸酒后失言就说出了这个秘密，白楚玄就起了歹心，千方百计地想要抢走这面镜子。
凤静呢？白成雪，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给你的。那龙镜还在白楚雄手上。这镜子有什么了不起的嘛？只不过是个铜镜，再打造一个假的给他不就得了吗？这不可能，龙镜和凤镜分开，分别是龙和凤的形状，但两面镜子合在一起，就会出现齐皇后的形象。真的还假的？就像你说的，鉴定真假必须要两块合璧。哇，简直是巧夺天工啊！大志，对不起啊。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是安静第一次和我说对不起。我爱她，无论她做错什么，在我这儿都能得到宽容和理解。看着她的眼睛，我知道他在怀念我们当初无忧无虑和平静浪漫的生活。我从来不赌，因为我知道赌永远是输。但为了这份爱，我必须挺身而出，我要赌一把，而且一定要赢。哥，那我们走了，你自己保重。走吧，走了。난 네가 사람을 죽일 깡이 있다고 생각하지 않아. 하지만 난 사람을 죽일 수 있거든. 말해봐. 용문경이 어딨는지. 난 아무것도 모른다. 你说还是不说? 等等. 아이고 씨. 내가 내일 거래를 할 거예요. 그때 저들이 중간에 가방을 바꿔치기 할 겁니다. 차차 차차 呆呆，我妹你个蛋！都几点了还不出现？
你谁呀？沙石，十三幺呢？赌场，烂赌鬼，东西带来了。哎，拿来。真的。 哎，嗯，哦，啊，喂，快快快快快快！哇哇哇哇！太美了，简直是 perfect！哈哈哈哈哈哈！哇，金大哥，哎，关你什么事？走走走走走走！ 哎，别碰，别碰，别碰！去去去去！哎，好。马上通知索尔比拍卖行。让你别买这么多东西吗？买都买了，你给我电话，你给我电话，你给我垃圾，我去干嘛？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啊？不好意思啊。撞到人家不收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干嘛总是要跟我吵架呀？吵就吵了，怎么了？别扔东西啊！你不吵，我不是就不扔了吗？好了，不说了，不说了。 哈哈哈哈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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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知道你小子不靠谱，钱货我都有，我都有。你就是安静是吧？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安宁，你果然没有死，还换掉我的龙凤镜，啊，好一个偷梁换柱啊！好，那今天我们就来个了断。我告诉你们，龙凤镜是我的，永远是我的。先干掉。大哥，全都是误会。笨蛋，什么是丢心呐？对不起，对不起，钱货都归你，都给你，滚！拜拜，拜拜。哎
快走！凶哥，快走啊！墙上没你指纹，赶紧离开这鬼地方，帮你为师！死机灵，胆小鬼！ 呆呆，我妹你个蛋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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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야호! 예, 성공아! 예, 各位! 성공! 예, 各位! 성공! 快点! 快游泳啊! 这就是我们一群不小心被命运卷在一起的人，这就是我们的故事。
一个曲折离奇又啼笑皆非的故事。有人说，人生就像俄罗斯轮盘，唯有掌控了旋转与轮回，才能变不可能为可能，成为真正的赢家。他吧，多年合作的老伙计，后面有电话。哥，那我们走了，你自己保重。他们来了。来了。三哥要我们来接你，这是为你安排的保镖，这边请。这里有个暗扣，只要往上一拨，龙凤镜就没法合璧了。这个秘密只有我和我老爸知道。哇，太美了。哎呀，买都买这么多垃圾回来干嘛呀？你愿意拿就拿，不愿意拿就拿吧。对不起，对不起。吵就吵。好啊。怎么了？走。你的东西是假的，已经被调包了。刚才那个男的叫梅大志，女的叫安静。他们俩现在正在六号船厂寻欢作乐呢，不信你可以去检查一下哟。你谁？合不上啊！再带我妹你个蛋！六号船厂，去六号船厂，快！快，去六号船厂！安宁，你果然没死，还换掉我的龙凤镜，好，好一个偷梁换柱！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风靡邮件网、杀遍兰桂坊、性感而不令人反感的十三幺了。我告诉你，我是一个有钱人，你知道吗？我有10亿韩币。你是不是不信我？你是不是不信我是一个有钱人？看这个项链，它有10亿韩币的支票，你知道吗？当初人家怎么说？只认支票，不认人。龙凤镜完璧归赵，交给了国家博物馆。听说白楚雄下了飞机以后，就被商业罪案调查科带走接受调查。回想起来，这是我人生最荒诞的3天。但它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贪婪
是最真实的贫穷，满足是最真实的财富，一块简简单单的松饼才是实实在在的人生。